如果一開始的叫價太高，我擔心佢連特別市都冇。咁你話如果開特別市個需求係有嘅話咧，
一定係供不應求，咁樣咧引致咧嗰個
個泊車個情況咧係幾嚴重嘅。咁警方喺收到呢啲咁樣嘅舉報之後咧，喺都別無選擇㗎啦。咁都一定要執法。咁樣希望係日透過推移又好，或者其他地區人士咧喺同運輸署或者房署嗰度進行磋商研究商量一下，睇下可唔可以揾到一啲更加多嘅車位俾啲街坊，咁而咧就根本性解決呢啲問題。咁樣就遲下咧就會成立咧廣安大邨嘅村管理諮詢委員會，咁警方咧都會派代表咧就列席咧就出席嗰個會議嘅。咁第二日街坊或者追蹤嗰啲乜嘢事幹，咁啊關於治安又好，交通問題又好，亦都可以講呢啲會議咧，向我哋警方反映翻嗰個嘅意見。咁啊希望大家就合作聯辦，咁咧就希望安達村嘅都安靜係。先生，致辭。好多嘉賓，各位大家好。我喺度咧就雖然係過咗年，但係我喺度祝願咧身體健康，新年快樂啊！我哋嘉怡哥公司咧就喺條村咧就負責工作嘅，就希望大家能夠安居樂業，出入平安。如果各位街坊到我哋嗰方咁嘅改善嘅方法嘅話，我哋有條件嘅，向我哋反映翻，我哋盡量改善，令到大家能夠喺度安居樂業嘅。多謝各位。好，咁而家有請安達村總幹事許有華先生致辭。各位安達村嘅街坊，大家好啊！今日咧又真係好忙到而家啦。咁當到我哋安達村呢度咧，1:00有一個旅行團出發，跟住今朝早咧，11:00就下大樓兩會開幕。咁咧，一日忙碌嘅工作咧，就每日都係咁樣噶。咁其實我哋呢個下大樓兩會咧，特別啲委員咧，喺阿東哥嘅帶領之下咧，即係主席阿胡文式帶領之下咧，佢哋嚟緊咧都應該會提供好多唔同嘅服務嘅。因為我哋呢棟樓咧有一啲委員咧，佢哋有唔同嘅技能嘅，即係例如咧阿強哥啦，強哥喺邊度啊？阿強哥咧就好有嘅，佢咧就專門咧幫啲長者維修屋企嗰啲設施啊嗰啲咁嘅。係啦，大家如果有咩咧都可以嚟呢個互動委員會嗰度揾佢哋。咁另外咧有關於呢個互動委員會嗰啲即係譬如換車啊、清潔問題咧，佢哋都應該會安排啲時間定期開放嘅，大家都可以來嚟反映。咁嚟緊，我哋相信同我嘅合作咧，希望一齊搞好呢條村口，大家話好唔好啊？好，好，唔該曬。好，而家我哋有請大樓顧委會嘅主席胡文星先生致辭。各位來賓，大家好啊，歡迎你哋，咁啊，多謝我啲貴賓啊，啊，議員啦。政治主任啊，副局長啊，陳生啊，黎嘉怡啊，陳生，咁啊，今日都嚟咁啊，教我哋呢個我主持嗰個議題非常高嘅，非常之啱。咁啊，更加我都要多謝一啲從事相關嘅朋友，我哋有嘅葵涌村啊，做經理啊，有啲葵涌村做住宅嗰啲主席啊，再遠啲嘅天水圍都有嗰啲經理。所以我都要好多謝佢。咁啊，我更加都要多謝呢度啲街坊啊。咁啊，我哋都係全靠啲街坊嚟支持嘅啫。如果啲街坊唔支持我哋咧，我哋個委會就冇用嘅。所以希望大家咧都要大力支持。咁我哋互委會今日能夠承擔咧，其實真係多謝一班委員、義工同埋啲陳代表。即係用心用力為我哋呢個屋子咧去裝修啊、佈置啊、設施啊，甚至過年佈置嗰個大堂啊，咁我都真係衷心多謝呢班啊兄弟子。咁啊，互委會嘅目的係為咩咧？其實都係為咗街坊啊去服務嘅。咁我希望咧。
張和咧，嗰啲街坊有咩難題好，有咩要求好，可以我哋可以傾訴。咁我哋會委會亦都係一個聯絡地點嚟嘅，不妨大家多啲同我哋坐下傾下偈。咁啊，未來咧，我哋委會都會搞一啲康樂活動嘅，例如旅遊啊、乜嘢啊、嗰啲菜啊、啲嗰啲比賽活動啊。咁但係搞啲嘢咧，我哋係要基金嘅，要啲基金咧，所以咧就有390就會喺天達樓地下做一個捐款活動，咁啊希望大家多啲支持。所籌得嘅錢咧，就係用翻喺扶持嘅經費啊，同埋將啲康樂活動咁啊錢贊助翻康樂，咁大家去玩啊，好食啊，好開心，開心。所以希望大家踴躍支持啊！隨緣啦，多謝曬咁多位，多謝多謝多謝。依家咧，請阿黃色主席劉道先，就要頒發咧感謝狀咧，俾各位貴賓嘅。咁首先就有請觀塘區議員張培光先生啦。多謝。第二位有請民政事務署主任林國棟先生。好，跟住
再嚟多張，一、二、三，好，唔該曬。其他好，再張佢。好，好，有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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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二、三，隻豬未攝得住，等等啊！一、二、三，好，唔該。緊要唔緊要？等等先，我幫段。其實咧，有人咧就建議我哋護委會嘅成員咧，就企出嚟咧，一齊影張相先嘅，成員啊！企埋出嚟，快啲去啦！唔好，死我啦！大家啦，哎呀！好我仲諗唔響㗎，唔響嘅，係咁得㗎。好，影多幾張，影多幾張，一、二、三。好 ，OK， 你睇就得啦。咁就先可以翻落嚟先啊。我行咧，一齊去。嗱，咁今日咧，我哋嘅儀式咧就禮成啊，咁大家可以咧去食嘢啦，同埋旅遊嘅旅遊啦。你自己食嘢啊，仔。